几个礼拜呢，外界传言苹果并购了音乐串流业者 Beats， 不过呢，这个消息在苹果正式公开发表声明之后，首度获得了证实。同时，这件高达大概是30亿美元的交易案，也改写了苹果在并购史上最大金额的支出记录。